今天要来开箱的是这个，这个是喂它吃东西它会大便的狗狗 Potty Training Taffy， 训练 Taffy 大便的游戏。哇，好可爱，这里有大便耶，它大便之后可以用夹子捡起来。我们现在打开来看看，便便按这个爱心它便便夹它就会打开。这是里面全部的东西，帮你扣上扣环，要准备去散步咯。好，不要急不要急，还有东西要准备呢。啊，呜哇呜哇，我先准备的是料，因为出去一定会肚子饿，对不对？婉婉，你放着，然后我要带着你的狗便夹，这样子我才可以优雅的捡狗便。我准备好了， Taffy 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呼！啊啊啊啊啊啊！咕噜咕噜咕噜，饿了。哦，塔菲饿了吗？啊啊，饿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喂塔菲吃喽。这样子，然后，塔菲，我装好了，给你吃吧。啊呜哟！然后我也带了我的狗便夹，这就可以轻松的捡狗便。进去。耶！我终于去玩狗便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你们带狗狗出去也要把它们便便带回家先捡。我们回家吧。好，走，嘟嘟嘟嘟。我们回到家了，现在把狗便清到桶桶里，就是垃圾桶里。好，好什么？好什么？你要便便吗？然后你带了五颗，现在带了五颗，这样子你今天等于带了十颗，嘻嘻嘻嘻。好了 ，Taffy， 我把你的绳子解开了，你可以自由玩了，耶 ！Oh my goodness，Taffy 都把狗便踩扁了，我怎么清理？只好用手捡了。大便的感觉还蛮软的。当扫把，这是妈咪在美国亚马逊买的，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，如果有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买来玩玩看。超可爱的 Taffy， 我觉得这个玩具很棒，它可以教小朋友，如果带狗狗去散步的话，要把狗狗的便便捡回来，回家丢垃圾桶，不能摊在那里，
这样子路人会踩到。上次我就有踩到狗便，就是有人没有把狗便带回家。所以大家，你们把狗狗带出来散步的话，狗狗大便你们要把它的便便带回家哦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妞妞 TV 的人记得订阅，还有按下小铃铛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妞妞 TV 每天晚上七个新片解说看。妞妞 TV 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日常实况，这里可以订阅，是在玩游戏跟开直播，这里有观众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